Oh my god！ 怎么可能是我？意料之外，然后又情理，就是，情理之中，就是这种感觉。心里的感受就开心啊，喜悦啊，就感觉不光被自己的粉丝认可，也被专业人士认可，觉得自己是不是在这条路上还可以再往下走。我们也是身为一个国内时尚的一个女子偶像团体，所以呢还是需要一点时尚的。我觉得时尚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就可能比较街头啊，比较率性啊，比较洒脱一点的。我觉得只要是大家穿起来感觉就蛮适合的就比较好，穿得舒服，让自己变得更好看的。因为毕竟公司也是有给那个服装费。会，而且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经常会翻看那些很好看的照片的那种，每一季每一季潮流的时尚的那个风尚的方向还是有一直在 follow 的。其实是蛮在意的，因为就是比较在意自己穿的舒服，然后加上好看，然后因为再加上这次分上之后分上一姐了嘛，然后呢很多人就已经是进入这种时尚范围内了，不得就是也不得不去打扮一下，不然的话就是要巩固这个地位，让粉丝也就是还有成员们就是就是大家不管怎么样，我们出去了嘛，出村了，出村的路上然后好看一点，也是要外表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内在也是比较重要的。我的粉丝啊什么的都挺在意的，就是他们不希望我平时特别邋遢，然后所以就是会被拍到的就比较重要的场合就会稍微搭配一下。最近有点在意，因为粉丝经常也是在机场等我们嘛，然后感觉就自己不怎么打扮呀，或者是也不化妆也不打扮，就感觉他们会失望吧，所以就开始就是打扮一下自己。还蛮在意的，偶像包袱蛮重的一个人，对于穿着打扮方面，因为机场现在也算是自己展现自己的一个场所嘛，就是会有很多粉丝过来拍照啊，然后来也会有很多路人，就是因为 SNH48 的名气渐渐的就是可能大了以后，有很多路人也会关注到我们 SNH48， 在机场的时候当然也要打扮的就是说像所谓的明星啊偶像一样，就是给外人也能一个好印象，给自己粉丝也会说骄傲，我偶像是一个很就是穿着打扮很上档次的一个偶像，这样的感觉。我穿搭比较是属于洒脱的小性感吧，就是比较偏 BF 风，然后就是那种 oversize 的那种感觉，就可能比较，我其实比较百变，舒适型居家型。现在呢就是希望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腿穿得长一点，就是我们矮子腿短的嘛，然后穿牛仔裤的话呢就一定要就是上衣呢不要穿太长的，不然就显得腿更短，有没有？所以上衣要穿得短一点，然后呢配那个高跟鞋就显得腿长一点，会吗？入团前就是那种比较王道的时尚品味，觉得女孩子穿粉色的蓬蓬裙最好看，现在就是理解了，就是长大后就理解了，女孩子虽然是女孩子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的人适合穿粉色，有的人就是适合穿黑色，有的人酷一点，有的可爱一点，就大家按自己喜欢的来嘛。有啊，就是其实入团前我还真的是一个不怎么会打扮不怎么会化妆的一个人，然后入团之后也是慢慢的和身边的人一起有了一些小变化，就是会有一些小心思在自己的穿搭上面啊。那当然是
人都是会进步的嘛，今年就是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在 SH48 肯定是有受到一些就是时尚方面的熏陶，毕竟我们平时也有去接触一些这样子的活动啊，然后还有拍摄杂志一些工作，就是还是和当时进来之前那个素人那学生的自己有蛮大不同的。期待张雨欣她走秀吧，因为去年的时候她也是给了我很多的精神鼓励，在我不开心的时候拿出她走秀的时候照片看一下，人生豁然开朗。哦，这次有道具啊，那很棒。嗯，希望这一次就是能依旧的给大家带来新的不同的自己吧。我希望就是今年还可以继续在时尚神器的行列里，对，当然我也会用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评委的认可，还是在七里面吧，不会退，也希望今年也能进入神器。我希望大家都能有好的成绩。这是 Auto Generation 的，哇塞，我说怎么材质这么好呢，很舒服，看看这个毛，看看这个喇叭袖，这个毛衣很暖和，很喜欢，很棒。我觉得吧，就是我们都有挑选衣服嘛，然后因为我是个子比较矮的那一类嘛，所以我就挑了一个看起来让自己很精神不显矮的衣服。穿下来就一开始看的话，里面这件是非常普通的，但是它还有细节，就是开叉开到这儿，就是很温暖，然后也感受到了就是材质还是蛮好的，挺舒服的。开叉高的话显腿长，但是呢，挺有创意的。觉得很荣幸吧？应该会有很多很漂亮的衣服可以穿吧。希望这个衣服买的比较好吧。感想就是首先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们这个终于，你说吧，我们团终于出了个时尚牌子，然后还可以上淘宝，我们拍的照片上淘宝了，很开心。作为第一届风尚神器代言这个 Idols Generation， 然后希望就是今年的风尚大赏能取得个好成绩，然后明年还能继续代言它吧。嗯，最时尚的，有的时候惊艳到我的是，戴萌、武哲，谁最时尚？那当然是也许了，徐佳琪、孔耀莹比较时尚，但我也不知道，因为很多种风格，他只是在他那个范围内很时尚，我在我的范围内也很时尚。谁最时尚？哎呀，我刚不是说了吗？就是徐佳琪、K 莉前辈，然后我觉得最土的。能从我们队吗？让我想一下，其实，哎，也不是土啦，就是我不是说了时尚有自己的那个定义吗？但是我觉得徐仁，徐仁，其实你一点都不土，就是，就是非常棒哦。我觉得无论如何，不注重打扮或者是最时尚的，都非张雨欣莫属，真的，因为平常我每次看到她，就是出门前都能够穿的小公主。非常不适合她那张脸的一个小公主的衣服，时尚吧，很时尚，没错。然后回来呢，回来就是公演回来之后或者工作完回来之后呢，她总是能够把她自己搞得就是非常的邋遢，非常的大吃我一惊，就是感觉哇，又丑出新高度了，就是那种感觉。那我她有经常我看她穿的时候，就是穿那种小裙子。然后你穿小裙子，那你就穿可爱背可爱一点的包嘛，她小裙子背一个那种大书包，就很休闲风，就是两种碰撞，但是也可以说蛮时尚的，她可以混搭，现在蛮流行这种混搭风的，是，但是她最近好像进步了。我是最时尚的，我是时尚 queen。 对，其实去年我非常不服徐佳琪，她凭什么第一名，对不对？第一名应该是我，应该是 me。 OK， 哦，说完这句话帮我卡掉好吗？怕被徐佳琪打，但我不服气，我时尚一姐。哎，我怎么没听到？全团最时尚的就是我。